我死到这么痛苦，死到这么不甘愿，好吗？惠好，答应我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我求你，答应我，惠好。一个香火袋啊，我就交给你了。你唔单替我照顾庶民，你嘛起来做朋友的立场，替阮赵会堂报仇。文月，我文月替，我唔是你赵会堂的人。你唔是阮赵会堂的人，啊，不过你是我的朋友。我这做朋友的人，是不？好。多谢你。以后，你可能跟惠好同款委屈，可能会比伊更加为难。一切，我得拜托你。秋天还会得啊？是啥个呀？冰秀的。啊，小姐，冰秀真正死哦！啊，老爷敢无法度甲救？我阿爹甲徐文天已经讲好啊。这徐文天实在有够可恶。嘘。小姐，你较细声嘞啦。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想要做的代志，唔捌无成功过。我想要救的人，唔捌无救倒转来过。小姐，这也毋是你的问题啊。这乃毋是我的问题。假使我无甲伊讲，伊敢若剩三个月的性命会当活？伊敢袂这紧就想要死？才有甲伊救出来，伊嘛袂予人怪起来，拢是我，这拢是我，无迄个能力救伊，我是安怎要遐尼啊搞的啊？小姐，你嘛是为伊好的啊，我为伊好，我煞提早结束伊的性命，这敢叫做为伊好？我看。我根本就是在害伊啦！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小姐。你先出去啊！我想要一个人静静。
你实在真好胆，家己一个敢走来霸大会，你是要来救何明秀的？今仔日我就是要甲明秀带走，看你敢有这个才调。 人要霸大会，人呢？就是后边人救走的。这种代志，严格话落来，真奇怪。该救走的人无走出，连着召集个人霸大会。哦。小姐，我看你伤口。哎，小姐人呢？ 小姐，小明，我有早事，多谢你。你唔免甲我说多谢，我是替明秀才救你。你看啥？继续困啊。 我四鬼拢找过啊，找无黄飞龙，飞虎，敢会是去予走去啊？我看应该是走去啊。哼，哪有可能走去？老实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飞虎，你应该查的所在无去查，是变哪查会着嘞？ 小老爷，你认为我应该去倒位找？哼，为何？应该找的是剑明小姐的房间。我袂来，剑明的房间内，我袂找的。若要找，骂我去啊！哼！过去，就算把霸大会拢变过来，莫甲咱扯出来。是。 解决掉，我再来对付你。
哎，你要去对？我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避人的。你莫遐尔冲动好不好？你即摆若是出去哦，根本就是去送死啦！袂用的，我袂当把冰雪囡仔抱安尼，予伊好无家后。好啦，你若是要去哦，做你去啦。我已经甲你讲危险，你哪会拢讲袂听？ 恁着伊倒来啦，哪会拢遐尔想要死啊？恁，小明啊，小明啊，你困啊未？小明啊，你开门啦！哎呀，爹，你要创啥啦？我伫要困啊啦。开门啦！稍等下啦，我伫穿衫啦。 哦，哎呀，爹，这尼晚出来要创啥？我是来看黄飞龙有伫别个伊个房间无？阮等咧掠伊。哈，你讲黄飞龙来遮？若是互我拄着伊哦，我一定会予伊好看。好啦，家己较注意。 甲门关了好，若是有啥物代志，做你话，知无？阿爹，我毋是三岁囡仔，你紧去困啊，放心啦。哎，小等。阿爹，你要做啥啦？哎，最近定咧落雨啊，我看你个面层有湿无啦？阿爹，袂用个啦。我敢若看一个尔啦。阿爹。 人来底，有内衫啦。好啦，家己较注意，知影无？嗯。哎，你搁走出来是要创啥？搁来叫明秀。我拜托你，你先救你家己啦。 即马外口遐尔侪人伫咧掠你，你若是出去哦，着阮是无话啦。小明，多谢你叫我一名，啊，不过你也是有诚意，我拜托你，替我叫明秀好无？无论是对你，还是对伊当，我已经做诚济啊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这边是关于着明秀的性命，我拜托你。 不管什么条件，我拢答应你，好不？你是安怎叫我家己斗相共啊？你毋是真讨厌我？我无讨厌你啊！我虽然讲咱两个人想法无共款，啊，不过我真尊重你。哼，讲啊这尔好听，你根本就是伫咧利用我。 我刚才是要请你斗相共，假使你也是无愿意，无要紧，我家己来。吴辉良，你家己伫遮坐好，等外口的人走才够讲。啊，明秀，我不准你再讲明秀，明秀的代志我会想办法。啊，不过你若是再讲话，我永远就不爱家己斗相共。 又红呀，又红呀，又红呀！你清醒起来，又红呀！明秀，你清醒了，又红呀！看，还下药啊！这药啊，拄转好尔。
你趁少啉啦。我帮你。药。哎呀，是不是用古巴啉药啊？伊一时昏迷，一时精神，果然化名受气的命。我要给他吃药啊，一定不肯。玉凤，你唔食药啊，伤要哪会好？加减食一寡无？我担心明秀，明秀若是唔转来，我就不爱食药。阿哥，你唔食药啊，身体都袂好。到时明秀若转来，你是要哪照顾？我袂，我袂。玉凤，听话啦。去老爹家照顾玉凤兄，咱出来去。素娘，你来爹家。我是来看玉凤。用命受挫掉你，想要甲你一网打尽，你要当安全倒转来，已经真幸运啦。来个冷静的，总想办法甲命受救转来，淑娘，你莫烦恼啦，命受气啊，一定平安倒转来，都是为好。拢是为何作孽，害明秀和吴英来掠去，一错再错，害这么多人替伊受罪，拢是我无甲教好。淑娘，为何倒过害半天，虽然真苦。不过，秀云顶个海霸天，伊的罪比伊搁较大。真正杀人凶手是伊，为何只不过是伊利用家己翁仔尔？玉慧，你要安慰我，我真知影。那么是为何做出欺师灭祖的代志？今日中医堂要变到这么凄惨落魄，千错万错，拢是我教子不严。飞龙兄，淑娘遐尼啊艰苦着，你先给安慰一下啦。我来看玉凤。飞龙兄，飞龙兄，淑娘，飞龙姨，不要紧，飞凤犯袂中医堂，受着伤害上大的人都是飞龙。吃了倒落休困一下。不会，药我已经吃，我明仔找平秀，我明仔找平秀。
不行的啦，玉红。你别管。玉红啊，玉红。玉红，玉红啊，你是别给打。我被来救冰雪，你别管我。玉红，玉红，你看到冰雪心情，我才清楚。俺可是嘛，不是救冰雪上好的时机。你给公母的丧事嘛？就算公爱我死，我嘛别把冰雪救出来。玉红，阿公，玉红，玉红，玉红。敢不是爱我出去怕你？你是哪个冷静的？你想让我怕死？让阮翁阿婆两个人会当永远做伙？快点！我唔是讲就歹去听的话，你敢听好？咱中国这个冤仇我袂报，你敢明枪不准死？惠良，当初玉红过身，你生不如死，只也白发。我即马对心肝的痛苦，别人无了解，你不可能唔知。惠良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让我来去救明秀。无论是生也是死，我拢要甲伊做伙。你是要讲这什么话呀？我要救明秀，你要先想我死啊！你若有什么事情，要来依我对手。现在来去，若无都救到平秀，你莫白白来牺牲你的性命，是无论是阮，无论是平秀，阮拢无希望这款代志发生。搁再讲，假使阮平秀伊真正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敢免替明秀好好来照顾素萍？玉龙，伊讲了无毋对，你上了解，明秀伊爱你的心，当初明秀伊根本就袂该生囡仔，是安那伊坚持要替伊生，那是因为伊爱。伊想要替你写卡报孝的，所以你今麦做任何代志，都爱较冷静，因为你的决定，唔但明秀，唔但咱中英的，还佮你的后生。明秀，明秀，明秀。
奇怪，我的心情怎么不好？我是怎样？敢讲是为着阿芳？不可能。你怎样？你哪里哭嘞？是不是有风？有风烦恼病受安怎？哭到一个那囡仔，我看到心肝足艰苦的，搁无多体负担，所以唔才走出来。我看咱中堂地主，除了病受以外，就是你上关心伊啊！你不知影，以前我捌救过友好的性命，有一段时间伊失去记忆，彼时阵有两个人。互相照顾，互相挖苦，一直到今嘛，我是无法度把迄段日子放袂记。不怪，大家有方上艰苦的时阵，伊对伊特别关心。好佳哉有明秀的，阿若无，我真正怀疑你是爱着伊。还不是啦，是幼稚。我唔对，我承认，我把爱过友好，暗过拢已经过去啊。友好，甲平常因两个人爱到遐尼啊深，根本就无人我逃破。啊，不过明秀那是，我是讲，万一你敢会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有份甲苏明，真需要一个查某人替因照顾。我会照顾幼凤和苏明一世人，啊，不过那不是爱，是我对明秀一种责任，是我对明秀应该尽的义务。我甲幼凤做兄妹啊，做朋友，拢真好。啊！不过，若要讲爱情，负担相当。咱这么讲，你是要创啥？我希望你是会当平安回来。就算讲伊跟他出三个月同甘活，我愿意啦。伊会当你友好。苏明辛苦，安尼对你来讲，才是一种幸福。卡苏伊来，咱要动手，你答应，得比早一脚步。好，为了我的性命，剩无三个月。卡苏云来要动手，我拜托你，你也比伊早一脚步。我甘愿死伫同一个人的手头，我嘛愿死伫云来的手头。
你伫咧想啥？无啦。你伫咧烦恼面受。我是咧烦恼，那真是费工，不干我都当手。有时阵我就后悔，答应苏姐，答应阿爹来买好滴八代花，我就拖下这种辛苦。你敢知影？一个已经改过自新的人，搁有家己孙兄弟误会，挂袂起。讲伊是了后要惊迄种罪，我知影这款滋味真艰苦，啊，不过这是你家己的选择，你袂当后悔，而且你即摆后悔，已经袂好啊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就知影你伫遮，什么代志？侯明秀伊讲想要见你。什么？慧良来过，伊来这是要创什么啊？伊想要来救你，啊，不过小云天已经布置好势啊，伊含见你的机会拢无，啊，不过你放心嘛，我已经安抚伊走。伊来这是要创什么啊？假使伊被抓起来，我连死都袂当安心。明秀，伊是伫咧关心你啦，关心我嘛无需要这么冲动啊。小明，你等伊甲伊讲。叫伊莫过来救我！我阿爹已经唔准我出门了，而且，就算我去甲伊通知，伊嘛无爱听我的话。恁丈伊两个人有情有义，就算伊知影有危险，伊绝对袂见死不救的。那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叫回我较早我死，只要我一死。希望伊就袂来救我，嘛无机会救我。阿唔过，你叫惠好亲手甲你抬死，对惠好来讲，安尼上残忍啊。阿唔过，伫咧这个时阵，只有伊会当做这件代志啊。而且，伊安尼做，白当互我解脱，安尼做。也当得到秀云天的信任啊！你放心，我会留一张批证明伊的清白。而且，秀云天死了后，你让大家了解，回后所受的委屈甲牺牲，好吗？明秀，你大项代志拢替别人想，啊你呢？我都已经要死了，哪有啥物好想？我即马上袂放心的，就是苏萍，伊还阁遐尔细汉，啥物代志拢毋知影。就算我写信予伊，伊嘛看无。啊，我就想要予伊了解，我还阁有足侪话，想要甲伊讲。我想要让伊知影，伊甲别个囡仔同款，是安尼，真疼。伊毋是一个外顶车、无安尼小的囡仔，只是安尼，无伊的福气。你放心，等淑萍大汉，我会支持一年，甲淑萍读你的批。我要让淑萍知影，伊的阿娘有偌勇敢，
爷娘，我爱伊。爷娘是这个世界上好的人。多谢你，我给你抓个命。你看到这张簿的时阵，安尼早就已经无在这个世间了。阿姆哥安尼知影，你即马是一个啥物拢知影的大汉囡仔。阿姆哥，你赶快来听阿弟的话，好好练功，做咱中医堂的好弟子。你嘛爱听见面阿娘的话，做一个勇敢、捌代志的囡仔。你也会记得，虽然我阿娘无伫个世间啦，啊，不过阿娘的心，也一直伫个你的身躯边照顾你。阿娘的爱，会永远祝福你。惠后绝对不是恁所想的遐尼啊无情，伊是为着咱中医堂，才忍受委屈，埋伏伫个霸台会。伊害我，嘛是为着要减轻我的痛苦。伊的动手，是我拜托伊，是我求伊的。你是咱中医堂的馆主，嘛是惠后的大兄，你一定要害伊的清白。让惠后重新入咱中医堂。是安怎袂晓？该讲的话，想要讲的话，拢去讲啊！我惊再写落去，我连死的勇气拢无。佳萍，你若是有机会，你替我甲尤芳讲。我跟伊一世人的缘分，就到这为止啊！卡叔，伊若会记得我，我会真欢喜。万一伊若是把我放袂记得啊，我嘛袂怨叹。咱若是后世人，我无爱阁甲伊做即款苦命玩意。我希望伊当做一对平凡的翁仔婆，两个人快快乐乐，相随一世人。佳敏，这一切都拜托你。你的事我一定会做到。
天已经光了，我的心事嘛要哭。秘书，我带你出去。就算你是受恨天，但我也得受气，我唔惊，惊。咸鱼，那连你都变到这样无理智，谁当拖我久？我今仔日活落来，明仔载。三个月以后，你即摆爱做是好好保重你家己，但叫你提醒惠芳，为着阮丈夫，应该动手的时阵，你心肝绝对袂当落软。爱记，我，唔好哭，你是白建明。你是一个啥物拢唔记的白剑伊，你查甫人搁较有气魄的白剑伊，我毋是。